这相声都是编的，是刚才这是真的，这谁说的？到我这儿都改真的了。你说一乐啊，出了这个门就把它忘掉就好，可不吗？不用记着。嗯，你好多人听相声老矫情，嗯，哎呀，一定要听完之后要记住什么什么东西，这个活儿忒累了，你说说啊。还有人说不爱听他们的相声，我都没有记住什么。嗯、废话，你记住我吃谁去？嗯啊，你说一乐的事儿，高高兴兴就得了。嗯、但是这个嫂子不叫王元娥，哎、有个作品当中一听就瞎说。是是，嫂子叫王尚举。我都不知道我媳妇叫什么了。嗯，姓王的王哦，高尚的尚是举重的举，这仨字我也不知道，我听高峰他们说的。怎么高峰知道啊？嫂子上医院检查验尿的时候跟高峰碰见了。你瞧他这玩意儿前后都勾着的啊。嗯，有高峰啊，有嫂子啊，还有孙悦那媳妇儿。哎，你瞧这妯娌仨碰一块儿了。什么叫妯娌仨呀？啊，开始是高峰跟孙悦媳妇儿啊，拿着小杯等着验尿，一大帮烂的盆，拿小杯哈。啊，这仨妇女啊。高峰也算吧，啊，哎，高峰也算妇女，俩人这端着杯说话，嗯，就等着护士叫谁，谁递过去，叫人名吗？护士这儿叫，就叫到嫂子了。哦，王尚举，这仨人跟后边聊天没听见啊，那些个病人听见了。哦，王尚举，啊，哎，这三位还真听话，嗯，王尚举，啊，王尚举，哇。这句听见了，到哗，哎，这还当病人呢。嗯，等着一会儿他媳妇儿哦，王尚举打那边也拿着杯来了。哇，那没有这么些，没有啊，那端主席所以我们这后台有高峰，就有好多闲话啊。怎么叫闲话？这都是他告诉我的。那你不信闲话，在那站着。老高，哎，我问问他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听你喊我。我问点事儿。啊，您说，这个谦嫂叫什么？王尚举吗？你看，上边验证了啊，那错不了。高峰，我师弟。哎。我们仨师兄弟儿，对，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他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是，没错，他是范老师的徒弟，就是范老师是范道爱，哦，去，你别瞎说，范道爱是你师父，怎么说话？我师父叫范振玉啊，翻译过来是范道爱，对，没有，没有翻译，啊，哦，没翻译叫范道爱，不，哪个也不对，啊，没这名字，就叫范振玉，范先生啊，艺术家，哎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。多遗憾！哎，我师父活着呢啊！你这一句话就说死一个，你宅得多快！你看多新鲜！确实，您耳朵尖，你这话说得过分了，怨我了。这话你应该下个星期再说。好的，好的。就活这么几天啊？得三天的吧？这多呀，是怎么？你别许给他，到时候他讹你啊！好，还说多了，合着这个我们哥仨一块长起来的，那当然，打小到大，到现在都这个岁数了，就是。高峰是我们好兄弟，哎，是，嗯，来的时候还小孩呢，可不，现在也娶妻，对，生女，嗯，挺好，就是是，媳妇给他生一大胖闺女，倍儿可爱，啊，生孩子给我打电话呢，啊，得通知，生了啊，嗨，就是，对不起啊，是个女孩，嗯，对不起，说得着这个吗？说没事，我说闺女小子都一样，就行，那高峰来，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，那么您打算呢？若有来生，比如说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哦。嚯！您要干嘛呀？这是于谦啊，你就是我的大才子，对你不薄。我高峰，我呢二太子。什么？我一猜就是这结局。对，这不瞎说吗？这不是掉里头，拿起嘴就说啊！凭什么你是大太子？就对吧？对吧？我就讨厌这种没有任何根据啊，不是信口雌黄，拿起嘴就说，端起碗就喝。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呀？你等会儿，对不对？你别那么些话。什么？你怎么着？疯了吧你？我怎么疯了？废话，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？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您都上当了。您有什么根据？你的根据呢？在哪儿啊？
这还用什么根据底？朋友们都能明白。嗯，你想啊，我跟哎，我挂了。嗯，哎，嘿，这电话就躲着我呢，合着我们几个是一家子。哎，没听说过。这哥俩就是我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您太客气，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，对吗？您这话呀，您这话我听着都新鲜。怎么？谁规定的这合作？这分这大太子、二太子啊？这合作跟大太子有什么关系啊？不，那咱不谈合作啊，哎，咱就说年龄。我比你长几岁，我是老大，我大哥。不，我大你大哥，你岁数大，你死的还早呢，你提那个干嘛？人大了不值钱，你这江山还轮流坐呢，这玩意儿容易吗？你说，你就看我当个皇阿玛了，其实一天到晚挺操心，是人事挺多的，不是？你还有胡子吗？就捋，哎，您别捋了，你说说他吧，怎么还皇阿玛？怎么了？这话都对吗？这您先读一读历史，怎么回事？嗯、皇阿玛那是清朝的称呼，哎，这是一句满语啊。对，您刚才说那大太子、二太子，那是明朝的叫法，这是一个朝代吗？我说差了哈，朝代都不一样啊。如果我要是皇阿玛的话，那我们这最起码应该是大阿哥和二阿哥呀。哎，你这对，对不对啊？这是历史上正规的称呼，亲族。对呀、啊，你这就没有常识，还别人占便宜呢。你这真是阿哥。阿哥大，我大阿哥二阿哥。你动作有问题、啊、到清朝我得当回大的了吧，对吧？你这动作反了，这是大阿哥，你这跟朝代没关系、啊、咱还是按岁数来哈。我是大哥，你给我比你大吗？我是大阿哥。别你，我是大阿哥，剩下你挑。你先等会儿，我刚明白过来啊。什么呀？这儿子辈的咱俩争什么劲呢、啊、这个咱俩都是儿子，就是发自肺腑的、啊、想跟你们俩好。我得跟你争争。哎哎，您别说话，陛下，有什么陛下？我想毙了你，还陛下呢？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咱不刚说好咱仨要好好的吗？说的不是平辈吗？要报答你们呢。哥仨，哥仨。那从说吧。哎，您如果我要是皇上啊，如何？你就是正宫娘娘，平辈儿。高峰，你是西宫娘娘，他老差着等级，凭什么你是正宫呢？哎、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？你多心一共就封咱俩人，不跟你争，跟谁争啊？废话，那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？又来了，他又这套，又这套理论，怎么叫正宫娘娘？正宫娘娘要求母仪天下啊！我这模长得不母仪天下吗？我好些人都说我母仪天下来的，都是谁？都是你们街坊说的。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码事儿，知道吗？谁长得像老太太？你长得像老太太，你谁说？我跟您这么说，老爷子，喊陛下。哎，陛下，那、嗯、什么，我也巴结巴结您。哎，怎么？您最好，您立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他呀，生不出孩子来。是啊，你生得出孩子来呀、啊？哎，我有路子，我有偏方吧。哎，我有熟人呢。有存性啊？对，挺像话。那干脆别吵了。那谦儿是西宫娘娘。哎，你换换。高峰是京中第一名妓，好吗？名妓呀。我下了朝没事，我偷偷摸摸找你玩去。不，你要不去怎么办？我给你打一条。我不信你。我让太监替我去。那更没用。别正经啊，这什么好事儿？我那个意思是说，咱们哥仨得好。您就说这辈子事儿得了。好了，现在到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。不哦，你看。哎，你瞧。哎，您来吧。哎。正宫。一无所有啊。啊。行啊，我这低点吧，低点唱。我这个从多伦多那边从北京过来，一下飞机就重感冒，到现在还没好呢。你听我今天声音都是哑的。你把手机插上这儿。哎，对，痛快痛快，省得漏气，兜点底气，小点声啊，低点唱，哎、来吧，一无所有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。一无所有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。你何时跟我走、啊？好，就这样吧。瞎唱，瞎闹啊！接下来高峰老师唱一个吧。对，啊，高老师唱一个。唱一个。高老师嗓子特别的好、哎、我轻易不唱、啊。刚才在后台那一嗓子吓我一跳。我练着玩呢。他唱了一句现代戏。
现代京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，就是这句，就这轻松这俩字了不得了。嚯，绕梁三日啊，就是这意思，绕着梁殿跑三天的啊，这叫绕梁三日。我给您起一头，您就来这一句，后边您大伙听听好。哦，咱俩一块唱，我给你唱前面，你就唱后边，轻松，没问题，好吗？没问题。我起高高的，难为难为。哎，你越高越好。于老师要学哪？您给评价一下。哎呦，不敢当。您唱要学那泰山顶。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哎。了这是这种人，我可不是拦着你啊！哎，你这是你们刚说的嘛？起高点难为难为我，你起这么低，我唱着多别扭啊！你瞧，他诚心起低，他让我唱不痛快，对不对？你怕我在这露脸，对吗？今儿各位来着了，我都没听过。你高点怕什么的呀你？再高点！哎，差不多了，嘿。嗯，这高峰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本身这段高，嗯，后边还有一翻八度呢，还翻上去唱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不是提醒你一下，刚说他唱上句，我接下句，手里可没你，对吗？我不唱，你看你这人真是，我既然来到这儿，来回不容易，啊，卖卖力气，认真负责呀，啊。啊，是啊，今天我让你，哎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，啊，我也是碰不上好人了。过来，你下刀的时候留神那钉子裤。没有钉子裤，还穿着呢，那是。嗯，高点，高点。要再高。要高。要高。要。哪位踩你肾了是吧？哎，像话啊！我不管你啊。啊。违背艺术规律了。尽你所能。要。这调门合适啊。你来。凑合。要。啊，就行了。学呐。泰山顶上。该我了啊！一轻松啊，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？天儿，你先伸的手啊！是废话，我让你别唱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为什么？您唱半天一字都没听见吗？这你看你这，我让你仔细听，你怎么听不见呢？你我是仔细听来了，我净听大便干燥了，有人跟这儿，他把那开塞露喝了。对对对，你是不像话，咱唱挺好，他都没听见啊！我说他呀，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！你看耳朵都震聋了，咱这嗓子说实在的太亮了啊！嘿，震耳欲聋嘛！你们这都真的假的呀？这你家。老高，咱们再来一个。太好了！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点真听了。穿，来，再凑合吧。林海，你看，跨雪原，半说半唱。气冲，气声唱法。哎，霄汉，对，霄汉可高啊！啊。小汉呐，啊！我看什么呀？我把我咳嗽都快逗起来了，你这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什么怎么样啊？精彩不精彩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捧的，你看，这都是买主。哎，行，明白。你要让我评价，反正您这艺术就是两个字的评语，啊，怎么形容？这蛋疼啊！你这嘴里没什么好词儿，钉子裤勒的。嗯，好家伙，我有这钉子裤，这都什么语言呢？他这都。高老师，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哎，我还上瘾了，可爱跟您唱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听这个，来吧。看这偷着就好。哦，这已经开始了，多新鲜呢！接这个，你哎，注意啊，来吧。哪出戏您哎哎就早点问的忘了没听说，哎，重新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，哎哎，红灯记，哦，玉井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我琢磨也是这个吧，就出厅长，嗯，哎，这回彻底没声了，谢谢谢谢朋友们，没想到温哥华这么懂京剧，哎，哪儿有京剧啊？唱多好！哎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啊，就您这京剧啊，是这搁一馒头狗都能唱，知道吗？你
这是等我拿馒头去啊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您哪头的？哪头都行。您这属于起哄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起哄、啊？唱这么好，您正讽刺人家呢。这我告诉您，这破玩意儿谁都行，谁都行，一般人可来不了这个。告诉你，谁都行，你能来吗？我当然，这不废话。你好，大家欢迎，让他来一个。你来。这就叫枪火。什么叫枪火？你来不了、啊、你说这嗓子哑了，我别的唱不了，不出声我还唱不了。不出声啊、嗯、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要不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就这说大话的劲儿，你喊个嗓子吧。嗯，哎啊，哎，行，再加点啊、哦、来吧。这都是行家。嗯，温哥华京剧发源地。就是哪儿？京剧京剧发温哥华来了。嗯，咱们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嗯、来，来吧，这就开始了。哎，啊，啊，你再高啊，你多可气啊！啊，反正尽你所能吧。你就学我，你好不了，知道吗？听着吧。一见公之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战立功啊满。行了。让你过过瘾，来，来吧 ，please， it's your turn， 阿里哥在一马斯 ，come on， 整，不是，不是你，嗯，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，是不是？哦，啊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唱不上去，你卷袖子干嘛？你废话，嗯，你们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怎么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就高，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到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试。你瞧，好，你这就叫枪火，有型的。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后头。啊，我还开头。对，你高点给他起，请好吧。哎，尽你所能。哎，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战立功啊满，真好。你捧我干嘛？你捧我干嘛？好好耶、哎、接着这唱，接着唱。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？哎呀，好嘛，别这么些废话，接这个来，战立功啊满，叫嚣烦。谢谢。哎，待会儿演完了咱们吃夜宵去啊。有话有人去啊？啊，男的别打岔。哎，好嘛，什么人呢？这个特别开心哈。是啊，我们仨也没有别的手艺了，对，就爱说相声。你们要这么爱听相声，以后我们就常来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好山好水好无聊。嗯，乡亲们受苦了。就指着你了。今年德云社20年大庆。是喽，今年比往年演出安排的多一些。哎，频繁一点。分了这么几个演出的队伍。嗯嗯，就从年初开始，就是我们先挑、嗯、一线城市，我们先挑，我挑剩下岳云鹏去。嗯，岳云鹏再摘剩下呢，郭麒麟、烧饼他们去。哎，再往下什么张鹤伦什么大伙儿，反正不一样的演员，不一样的演出。那是啊。今儿来的是部分演员，有您熟的，有不认识的啊。嗯，我把他们几个叫出来，咱们再聊会儿啊。哎，好。打头那头一个就是高峰高老板。来，这当这旁边这个啊。这是我最爱的一徒弟，德云社的忠臣孝子栾云平。那是我大儿子郭麒麟。哎，我徒弟严鹤祥。我徒弟啊，曹鹤阳。这是儿徒，跟儿子一样啊，烧饼。
主持人是我师弟少侯爷侯震。嗯，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，有会唱的别唱啊。嗯，别唱。说天亲，天也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，将军战马金火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。说同行亲，嚯，这行没法干了，没意思。都上温哥华了，他们都知道说相声不团结，说个破玩意怎么弄啊？嗯，哎，有时候不那么亲，哦，勾心斗角好寒心呐、啊。嗯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骨肉相残。到如今，嗯，要说亲啊，观众们亲，对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：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嗯，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吃喝嫖赌也莫沾身。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、哎、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